一个就是这边，假如我的需求是这样啊，可能你的某一个资料里面哦，有一个邮递区号，那我希望怎么样呢？我希望未来的资料可以是因为这个邮递区号邮区里面哦，它的栏位是这样，一七，应该就是后面两码，一后面三码是刚好是我们的前三码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一七就是倒过来，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一个资料倒过来到这边之后，而且后面括弧还要显示什么？显示它是哪一区的话，哦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我已经写好一个，在这边的话聚集有一个邮递区号，按一个执行，run 出来之后有没有？就是把这边的资料怎么样呢？放到这边来，然后呢，它的规则是这样，它的137有没有？17，然后括弧大同区，所以实际上资料来源就在这里。好，资料来源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我可以快速的把资料呢，整个把它给加到这边来。那方法哈，其实如果说你如果不用那个，其实不用 VBA 哈，你不用那个 Sub 来撰写，其实应该也没问题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用什么？用那个组字串的方法来串出来。哦，这样的话，其实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应该是等于什么？这个等于这一个。然后是应该是 right，括弧它的后面的三个哦，然后再加上在 end 啊，所以这边的话串接 end 哈，然后把它 left 它的那个也是 C3 的哈，C3 的这个。哎，C2 的前面两个字，然后串接之后的话，再加上比较后面的话就是 and，那因为我要括弧，所以要一个什么，这个一个双引号哈，然后再 and，因为要跟那个后面的东西串接，然后再一个 D2 哈，然后再一个 and，因为后面还在括弧，所以后面一个括弧哈，然后再一个这个双引号。这样的话打勾之后呢，哎，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是用函数的方式来做的哦。OK，那如果说我用 VBA 来做的话，该怎么做？那另外呢，VBA 哈，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哈，OK，那我另外再产生一个，在这边再一个。OK，其实 VBA 的写法很多了哈，那我也讲过，就是说你们可以试着用 for 回圈写，对不对？for 回圈可以写嘛。啊，上个礼拜好像有提到，我们书上它很多时候都是用什么，用那个 while 回圈写，while 回圈有没有？也是一种写法，甚至还有什么 do 回圈，do while，do while 哈，然后底下是一个 loop，do while loop 啊，然后呢，如果是 while 的话，那它底下就是接一个 when，可是哦，其实 VB 哦很奇怪，这两种写法根本是一样的写法，那么用两套东西。好，所以通常呢，我会跟同学讲说，你干脆就记一种就好了，你干脆记 do while 好了。好，do while 好像跟其他语言会比较像，do 这个 while when 好像其他语言比较少用到。OK，那这部分的话，我想各位这边已经先预先写好了哈。OK，那基本上哦，我前面的逻辑多半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今天哦要把这两个组合起来哈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后面的区域。啊，然后可以把它写到 F2 里面来的话，那首先哈，我前面的原则，第一个就是我要知道什么，总共会有几列，有没有？总共有几列？所以呢，我会以 A 栏当成我要取得几列的一个基准。A 栏的部分就是有点像是哦，我游标放在 A1 上面，然后 Ctrl 向下，它会跳到204列，那我就知道说现在有几列，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方式。那你可以用 A 冒号 A，或者其实啊，你可以用 A1 啊，其实都可以。A1 的话就把游标放上去，然后 A 栏的话就是在 A 栏上面呢取得几列，那其实结果都一样哦，结果都一样。OK，所以第一个要知道说有几列，反正以后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SOP 啦，for 回圈的 SOP。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几列哈，那因为基本上哦试算表应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，除非说你是什么中间有空。空白列那就麻烦了，所以如果有这种状况，你肯定要先怎么样，把那个空白列先删掉，不然的话你怎么取得？
那怎么删除空白列？哎，前面有讲过，所以请你回锅再去想一想。就如果有空白，你先 check 一下有没有空白列，如果有空白列就把它删掉，删掉之后再用这一招才有效，否则的话中间会空、哦、会有空的问题。好，那我取得这个总共有几列，对不对？然后丢给这个变数 y、哦、然后呢这样子我 for 回圈就知道 for i 等于二，因为我从第二嘛编号这个栏这个这个上面这一个第一列不做嘛，就从二开始，二到 y 的值，那这个 y 的值哈，它会根据你资料，如果你资料会越来越多嘛，有的时候你会一直 key 一直 key 一直 key， 那我怎么知道最后一笔？我不能够永远都是204，所以呢这个地方要动态的取，那取得之后的话，我用 left 去取得什么呢？取得前面两个字，再取得 right 三个字，最后的话呢哈。再把结果放在哪里呢？放在 sales， 那你这个地方 sales 哪一列呢？其实根据 i 的话就是哪一列，对不对？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将来你要对那个，其实我们做这么多哦，我想各位应该慢慢要对那什么 range 这个物件跟 sales 这个物件要很熟悉的吧，因为已经 run 了一个学期了，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还不是很熟悉，表示你应该回去哈，没有真的在你工作上面用哈。如果你真的有在用的人，应该就会很清楚。反正什么时间点会用 sales 呢？啊，基本上就要回圈嘛，里面要数字啊。你如果说呢用 range 的话，就要给什么呢？给英文呐、啊。那有用英文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跑回圈呐、啊，因为它是一个英文，它不是一二三四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哈 ，sales 前面就是列。后面就是栏，哪一栏？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资料呢要写到应该是六，所以这边程式应该把它改一下，这个应该放在第六，好、哦，第六栏上面，或者你这边可以这样的，你可以把它改一个 F 也可以的，两种写法都可以。所以在我的那个程式里面呢，有写这样子，也有写数字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辨识会比较高，因为呢将来、哦、自己看会比较看得懂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把这边改一下，这边改成一栏，你这样看，甚至呢最后。最好也是什么加个注解，那后面串起来就是说我要刮胡嘛，所以 P2 就是前面的两个字，再加上后面的三个字，在 AND 串接哈、哦、一个刮胡，然后 AND 这个区域嘛，对不对？在 AND 一个后刮胡，那这样跑出来就 OK 了。那特别注意哈、哦，我这边都会有做缩排，我是建议各位写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缩排的观念啊，如果你不做缩排哈、哦。就比较容易像那个我们，就是有些人的程式哦，我看的实在很辛苦。像我们书上的程式哦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有些地方缩排，然后又缩一个什么，缩一个空格，然后有些地方呢又不缩排，但是真的看得很辛苦啊。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会怎样，先帮他做缩排，不然哦真的很痛苦。尤其我们写习惯的人，一看到程式没有缩排哦，真的就会觉得很难过了哈。这个你慢慢要去习惯。那你会发现呢、哦，像很多的其他语言，像写 Java 也是一样啊，它也是都是，它有些软体像那种最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开发环境哈、哦，叫 Eclipse， 它里面也是一样、啊，它就是你写好之后，它甚至可以帮你自动格式化，好、哦、帮你缩排缩好。可是在这边没有，然后呢，在 VB.NET Visual Studio 里面呢，也会自动帮你缩排，已经做得很完善。那 VBA 现在还没跟上。OK， 那我们这个地方哦。另外就是加上注解啊，当然我这边我是随意的注解啦，如果说你要写的更清楚的话，一定务必要写给自己看的，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的，所以请务必哈、啊、写完程式之后呢，一定要写的清楚一点，否则的话说真的你将来自己看也看不懂了、哦、真的，因为程式这东西哈、啊、你现在写的出来了，可是你几个月之后啊，叫你重写一个东西一样的东西，我跟你讲哦。有点难了、哦、这个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人的天生的那种这个脑筋的那种逻辑就是跟电脑不一样、哦、那如果说你可以、哦、达到什么样坐下来就可以写程式，要什么有什么的话，哇，那你真的厉害了、哦、那这种人当然也是有啦，可是是少数。 OK、哦、如果可以这样的话，哇，每天都有产能，你可以撰写规则了，以后的话我今天要谁去帮我做什么事情，你就把规则先设计好界面、哦、他每天要做什么东西，填上什么东西，就秀出一个东西给、啊、后面他只要填完之后
可以按下某个按键，哦，会跳什么表单，反正就是照这个规则来就好了，那就是设计规则的人嘛，哈。OK， 那如果说你要爬到那个位置，哈，啊，当然你要能够做到设计规则，啊，有的时候不只是说只是写程式啦，我只是觉得程式只是最后的枝节部分，但是会写程式，我觉得哈还是很重要的。OK， 好了之后的话，我们来 run，不过 run 特别注意哈。 还是不要急着马上直接执行啊！这个动作其实啊，我是除非说你是很强的，已经毫无疑问保证完全正确，连我自己都不敢保证我一次就可以写正确，好，所以还是记得 F8，F8之后什么？就是逐行执行有没有？然后你可以观察变数，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看一下哎回传的如果是 Y 里面呢？ 204没问题吧？对不对？那就跟你刚刚测的是结果一样的话，你再往下一行，你从这个地方小细节慢慢的去 run 哈，你会发现你的程式的 bug 会越来越少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同学会说，奇怪老师为什么你怎么写程式都没有 bug？ 不是没办法 ，bug 都很少啊？为什么我们一写哎问题就出来了啊？因为就是经验啊，如果你可以写程式啊，每天一直在写程式，你的工作就在写程式的话。 啊，应该你也不会 bug 了，哦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取得 p 的话，这个地方 p 1 是17，然后呢 p 2 是多少？ 3103，所以组出来之后的结果，它会秀出来，好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，好，就出来了，把它拉宽一点点。OK， 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话，那就直接怎么样呢？把它执行按 F 5全部 run 完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达到我们要的高效率。啊，有的地方呢，就是要这样做出来。 那另外哈，顺便讲一下，就是说，这个地方是用 for 回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其实啊，在 VBA 里面呢，它的回圈的方式啊，除了有 for 回圈之外，好，另外还有这个 while 回圈，还有一个叫 do while 回圈，好，有两个 do 有 while 跟 do while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要把这个程式改写成 while 回圈的话， 要怎么做？我说这有点难度了，我会等一下会跟各位做解说。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像那个我们劳委会有考一张那个证照，软体设计，它考试的内容就在考这个，考你给你抽回圈，它有三种回圈，第一种回圈就是 for 回圈，第二种回圈就是 do while 回圈，第三种回圈也是 do while， 不过条件是不是在上面？ 是在下面啊，在这个就是它会先执行，之后呢再判断。那我们一般都是先判断再执行，好，那这有什么差别哦？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。那各位哈、哦，试着先把这个邮递区号的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先试着先这个 for 回圈的部分先做出来啊、哦。等一下我们再补充一下，可以把画面的还给各位一下哦。